大家好，我是方山，在这里分享一个好消息，就是想要你的原创音乐成为 TVBS 电视剧的插曲吗？现在机会来咯，所以就赶快踊跃报名吧。大家好，我是丁小文，想要让你的作品成为 TVBS 戏剧的插曲吗？赶快来报名哦，不要等，快去写。大家好，我是何厚华，想要让你的作品成为 TVBS 戏剧的插曲吗？赶快来报名哦！想要你的歌曲成为 TVBS 电视剧插曲吗？赶快来报名，完成你的梦想。我是阿霍，等你哦！想要你的歌曲成为 TVBS 电视剧的插曲吗？赶快来报名，完成你的梦想。我是方念华。